山芋呢？晚这是玉米，哥们儿，这是烤玉米，这是山芋，人家那才叫山芋，不一样啊，这不是山芋，是山山里的玉米，不叫山芋吗？不是，失忆呢？都晚了。你说沙溢他还有个活的，你失忆他太朦胧了。沙溢是东西吗？是东西。我觉得敢说，你敢说他不是个东西？我觉得他不是东西。没人能治住金靖的嘴。场面一。你平常不做饭吗？锁。酱油你都找不到。酱油。哦，对对对，酱油酱油。我们又赢了。多少钱？便宜点吧，两块吧。他是蔡徐坤啊。哎，那蔡徐坤两块钱。蔡徐坤只值两块钱，给你五块钱吧。给你五块钱，拿给你五块钱。场面二。不是，该脱掉的包袱我脱，说什么呢？靖老师有机会跟一位男。